什么啊？你干嘛打开？你有没有偷哥哥吗？既然知道我偷拿，赶快跑回去好了。我在2016年也曾经参加过城市训练营。首先呢，我们要下载这个 Go， 这个就是操控达奇简单的一个应用程式。然后你就按这个，它就连接好了，这样就是连接好。然后呢，这个呢是可以操控它走路，这个呢是它的头，这个呢是它眼睛的灯。它这个眼睛的灯可以变暗变亮，或者是暗掉这几个。然后呢，再来这个是声音，你可以按一个随便一个，它就会狗叫。然后呢，这个呢改变它旁边灯的颜色。在这个声音的部分呢，可以自己录声音。来，我来录一个。我妹妹是大笨蛋，我也要录。我妹妹是大笨蛋。好，那我给你录这个，来按这个。哥哥更白痴。我告诉你哦，其实会那些都并不厉害，要用这个 Blockly。下指令操纵这个机器人达奇才叫真正的厉害。 Blockly 呢，就是把你想要的动作拉到开始底下，并且呢按这个开始键，它就会做你想要的动作了。假设呢你想要永远的前进后退，那呢你就可以这样永远重复，然后把它放在里面的向后，这样子它就会永远重复了。我现在给你一个任务，就是呢你要让这只达奇去超市买东西送去芭比娃娃家。现在呢，达奇要从蛋糕店走回去。这个是蛋糕店的老板，然后他现在已经买好一个蛋糕了，要准备走。那去的路上呢，会遇到一个骑脚踏车的猴，然后呢，最后呢，要送到芭比娃娃的家。哥哥教我这些程式，现在要把蛋糕送到芭比娃娃。达奇跟达达呢，获得了非常多创意玩具奖项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曾经被受邀参加 Dash 的城市课程。我要把最后一个指令改成轻轻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
开始咯。如果呢，你可以在投篮器比赛赢我，我就把达达送给你。好。This program has brought you by Wonder Workshop 美商奇幻工坊。Thank you for having me.